个。一块钱三个。买多少了？买十块钱了。他卖你卖三个，卖我卖四个。社会啊，社会啊，社会，非常社会啊。你在这里看有没有四个？这个大叔生意非常好啊。这样卖不行的。每一锅都是这么多。排队。排队。而且这一锅的话又卖完了，只能等下一波了。三八百个。采访一下，一天要卖多少？你那个税吗？一天卖两千块钱。一天有没有卖两千块钱啊？没有没有，不要听他乱说。一天卖多少钱？我就转行了，跟你说。哪里有那么多？一个人包也包不出来。一天大概卖多少啊？500块。纯利润500块差不多。我要这个你家里要来家里也不行有我去带你去要跳了以后你看个不大啥都不行你看这个不行有没有那话就有你就丢你给肯定的小病我给你救啊救啊要救啊啊母命的救啊过了紧紧救了是了哎呀老爹爹老板怎么卖来着？我刚刚还没听。住这里呢？1块钱3个。1块钱3个。我买了10块钱，30个，我们两个吃。哇，30个吃不够啊！你又没有带洋芋过来，带了它就可以啊。我们两个吃不完，感觉。没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吃20个。我听成10块钱3个。10块钱3个，怎么可能？1块钱3个。1块钱3个。对，那还是很划算。我们要等下一波了，这一波已经卖完了。大叔手脚好利索，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了。老司机。热的了，哇，这是牛。哇，外面什么？30个站。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面那排都是搞饮食的，这边这一排也都是搞饮食的，但是偏偏就是他那里是永远在排队。在我们广东啊，像煎饺啊、包子啊，这些都是一般都是早上才会吃吧，或者说作为一个早点，或者说下午茶才会吃这些东西。但在这边呢，晚上也是能卖到的，甚至他们就是晚上才会出来卖，就是这么夸张。明明这里也有其他东西在卖。幸福饺子这边在做啊，我都不吃，我这来啊，我这大爷当地料有啊，赚个料。支付宝到账10元。先给钱。10块钱已经给了嘿。这个贵哦。这个三。10块钱已经给了嘿。10元。嗨，我们要去不讲价。6张的完了了。这是装的，挂装的。6张，3张。啊，挂一张的。去不？啊，那这个一天真的可能真干几千的，那应该一天2000块钱绝对有。他一整天都在卖吗？早上10点钟过来卖。10点钟开始啊？那绝对有，那轻轻松松吧。对，轻轻松松。都是排队的，晚上全部排队。
那边是里面是卖什么？卖也是卖吃的吧？应该都是一家人吧。红军，你可以留在这里拜师算了。啊、对，转行。转行拜师。里面是在卖面。这边是肉羹吧？肉羹，哦，就你说牛肉羹的。它有猪肉羹，有牛肉羹。明天我带你去尝一下。感觉就跟那水煎包一样啊，水煎包一样，对啊。珍珠宝到账，服务员。这单多少呢？计收款12元。在这里面吃叫什么汤？哦。师傅，这个是什么水来的？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猪油。猪油啊。他不是每次做这么多都要用这么多猪油吧？吃不惯那种太油炸的东西，猪油要香很多。10块啊！那你找住吗？能用吗？
像这样的店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啊。我们那边没有这种，有的话都唱起来，都给他唱一点。啊，那就行了，来泡掉。哇，那个阿姨，哎，阿姨很难看的，不行。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两个？啊？大的吗？什么都给你加一点吗？可以吧？啊，可以，谢谢。来吧，吃了会不会中毒啊？这么多，再来一份。这个就是乱七八糟一条龙，都不知道加是什么东西。感觉里面全部都是一些水果，这是菠萝。怎么样？饮料吗？果茶不辣死啊！果茶不辣死，这个好喝。不过就是那种水果罐头的味道，一模一样。你拿个亲子吧，吃这个方便一点。哇，好脆啊，很脆的，这真的很脆，全部只要10块钱，感觉比我们小区的时候还要便宜。这里是三个，好脆啊！好像是值得排队的样子，味道确实很好。香蕉糖。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值得排队，味道呢香酥脆，里面包的是一些菜类，我觉得应该是白菜吧，或者卷心菜。非常不错味道，就是有点烫。好了，喜欢我们的视频请关注哦，拜拜。